然后记录一下我在北京的生活了。我今天是来到这个通州了啊，我是从哪儿？我是从三里屯来到通州，三里屯到这个舅公，然后转到这里，真的是好远，是叫小张湾，这边叫周营口，先比个耶。我是相当于是跑业务。跑到这边好远呢，花几个小时就跟商家谈了十几二十分钟。这也是个村啊，也是一个这个没有拆迁的村。看一下周边也好热闹，这个是叫营口村，也周营村，它对面是小张窝，也是个村。跑这么远还挺累的，跑这么远也不知道能不能发个财。我打算去里面买一注大乐透，希望今天晚上能发财。发财了我就不用跑这么远，我就回老家了。我已经买了2块钱的大乐透，我今天晚上要是中大奖了，我就回家了，我不鬼漂了，回家过生活去。太累了，在北京太累了。哎呀，每天上下班好几个小时。都浪费在路上，太累了。哎呀，今天就这样吧。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呢？就是表示我来过这个周营村了，给自己留个纪念。周营村，看这个村，就这样。